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民意新闻，我是陈于林。本县101学年度第一学期中小学校长交接典礼于今日上午在南投市平和国小举行，县长李朝新亲自主持典礼。教育处长表示感谢荣退校长对地方教育上的贡献，也期许新任校长能够由自身做起，当全校师生的最佳榜样。议员赖燕雪对于新任校长的上任表示祝贺，期许新任校长能够将地方教育带向另外一个高峰。